刚才呢，我们把整体的业务规则呢，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说，这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，我们如何去做呢？咱们现在呢，先把整体的思路给大家捋顺一下啊。那么具体做到每一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分析具体的思路啊。现在说整体的思路是什么样的？首先，第一个我们要完成的就是这个分类列表，对吧？哎，就是商品分类列表。那么商品分类列表我们会用到什么呢？用了哪些技术呢？我们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要通过呢 Spring Data Solr 提供的分组查询，来完成什么呢？完成分组查询，完成什么呢？完成我们的商品分类列表的查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本身它是一个分组查询的。这个结果呢，它并不是直接的一个搜索结果，而是经过提炼的搜索结果啊，有点类似于 server 中的分组查询。那么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第二，我们要接下来要根据这个分组的这个查询的结果呢，来显示什么呢？来显示品牌，来显示规格，对吧？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品牌和规格的数据是必然是来自于数据库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说要如果所有的用户都从数据库中去查数据的话，那么对数据库的访问压力是不是必然很大呀？因为搜索的这个功能用的人非常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了一个缓存的技术是吧？啊，有 Redis。好，我现在可以怎么做呢？我现在要用的 Redis 上场了啊，由将什么呢？将我们的商品。将品牌数据和规格数据进行缓存，OK 吧？啊，就是给它提前放到缓存里啊，这个部分要提前放缓存里。那么在哪地方放缓存呢？我们可以说在后台进行操作，就是在后台保证什么呢？保证你缓存中数据和数据库数据保持一个一致性。那这样一来，缓存数据一定和数据库是一致的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去使用缓存中的数据就可以了。第三呢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从缓存中读取数据的啊，显示到面板上啊。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到第二步啊，就统一它是一说的一件事啊，就说的是一个缓存问题。这个品牌和规格这边一定是个缓存数据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数据本来也不多啊，比较适合用缓存来处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。第三个部分的知识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面板的操作啊。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小的细节啊，这里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如果说点击这个分类的话，表示我要选这个分类是吧？那么怎么样才能表示它是选中这个分类呢？注意，这时候我们上面的特点，上面这个操作方式是在上面会有一个面包屑，啊，就是一个小标签儿。你点这个手机上去了，但是你点完手机之后，你现在还有必要再显示这个商品分类吗？没有了，因为它已经被选过了，所以怎么办？把这条就隐藏了。那这时候你在点品牌的时候，品牌上去了，这个品牌这一行怎么办？就去掉了。然后呢，在网络知识。你再点，那这时候网知识这条也怎么着，也被上去了，也填上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点这个好小叉的时候，一点小叉怎么办？这个面包屑消失了，这个东西再次出来。那么所有的这个交互过程，其实都是前端的交互过程，和后端无关。那这部分什么呢？这部分我们管它叫查询面板的操作啊，条件构建与撤销的操作是。前端处理啊，也就是说由 AngularJS 来做这个事儿。那么第四个事儿就是干嘛呢？就是我们要做的最终的一个筛选功能。刚才不也说了吗？我点这个品牌，点相应的规格，点分类，这个结果要进行一个什么呀？进行一个筛选。那么这个筛选应该如何来做呢？这个筛选我们是用到我们的 Spring Data Solr 的一个什么呢？过滤查询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它的一个过滤查询功能啊，这就是我们说整体的一个思路啊，整体的一个思路，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了啊。那么说这里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逻辑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？
哎，至少代码肯定少不了。那么既然少不了这代码，咱们看一下之前咱们写的代码啊。如果说你把所有代码都放到这一个方法上，这个方法肯定就惨不忍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你可能最后维护起来，你这代码行太多，不容维护，怎么办？对，我们可以把每个功能划成一小块儿，那每一块儿做成一个什么呢？做成一个私有方法，然后咱们这个方法就是一条主线，是不是？这样一来，你的代码看起来更清晰了，是吧？哎，其实你不，你们你要说都写个方法，它功能是能实现，但是呢，这个代码写起来这一看是吧？啊，这好几百行代码，你这样看起来是不晕吗？对吧？啊，你给它分成几段，每一方法呢都给它啊完成一个功能，这样一来你后期维护也很好维护啊，也能体现出你写代码的一个专业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把所有的逻辑都写一起的话。其实是啊，很糟糕的啊。那么咱们现在呢，就来把这个方法做一些改造，OK 吧？哎，把这个方法做一些改造啊。那这里头呢，这里头怎么办呢？把它提出来行不行？Private。然后呢，这里返回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返回一个 list 吧，它本身是个 list 是吧？啊，我这里可以返回一个 list，这叫 search list，OK 吧？那么 search list 的这一个逻辑中肯定会用到什么呢？肯定会用到这个 map 集合，对吧？肯定会用到这个 search map。好，我把这个 search map 也给传过来，这个 OK 吧？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建立好之后呢，这个其实就是干嘛的呢？就是查询列表的方法。我把这个方法建做好之后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的逻辑怎么办？给它挪到这个方法之中。看明白了吧？哎，把这个部分的方法给它挪到这个方法之中。那这样一来，我要怎么办？最后要怎么办？返回什么？返回 query 点 get，就是用哪个啊？配置点 get content，配置点 get content，是返回这个结果是吧？好，那么返回这个结果之后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你直接在这儿是不是一调用就行了？哎，一调用就行了。这时候用的 search map 把它拿过来，这本身它就是一个结果是吧？啊，本身就是一个结果 item list。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个 item list 怎么办？放到这儿，是不是这样一来，它也是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啊？啊，只是说我把这个代码给抽到这个方法中，这个方法是不是看起来就非常简单了？啊，就非常简单了啊。啊，把每一块功能都给它拆离出来。那么当然说，这个方法我除了返回 list 的这种写法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返回什么呢？我可以返回一个 map，我可以返回一个 map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一部分这句话，我给它放到这儿，我给它放到这儿。然后呢，这个把这个先给它装到这个 map 里，我可以先做这个事儿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在这儿我也构建一个 map 啊。我这个方法中也构建一个 map，然后呢，我在这儿返回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map。我也可以把这个方法这么写，那么这么写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易于扩展，因为你这样一来，你返回这个 map 也就意味着你在这里是可以返回多个值，是不是？啊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应对之后的任何的复杂的需求，能理解吧？哎，否则的话，你到这儿后来你还得去改这东西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在这里可以用这种 map。传入参数和传入参数都可以用这种 map 来应对这些复杂的需求，它可以实现什么呢？传入参数的多元化以及传出参数多元化，因为之后业务需求怎么变化你是无法预料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加了一个 map，它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至少来说，你的参数是不用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内部的代码可以变，你参数不用变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对其他的这个调用它的方法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，你只是改方法内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方法设计的问题啊。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改动之后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它这时候我们要把它返回这个结果要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方法返回的结果是一个 map 集合是吧？我这个 map 集合最终要给谁？是不是要给它？那么如何给它呢？用 map 点 put all 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步啊，这个第一就是查询列表啊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吧？这个方法是不是学过？put all，
put all 就是把这个本身它返回的是一个 map 集合是吧？那也就是说把这个 map 集合追加到这个 map 集合里，能理解吧？我在这里不是已经构建了 map 集合吗？好，我现在呢把它 put all 之后，这个 map 集合也就有它的内容了，能理解意思吧？哎，就这么一个意思啊。你直接复制也行，但是你直接复制给它的话，破坏整个程序的一个可读性了，因为我们后边还有什么代码，能理解吧？啊，后边还有代码啊，所以说为了能够这个看起来这个代码可读性比较好啊，所以说我们这里是 new 出一个，然后呢把它 put all 一下，因为后边风格也都类似于这种风格，OK 吧？哎，后边编程风格和这个类似啊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代码的一个改良啊，和刚才那个实现思路啊，我们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啊。